点击上方蓝字关注21君，走进经济生活里的一切，导读如何让大家更喜欢你一点。来源树小林 ID INCN020， 作者树小林。如何让人更喜欢你一点，下面的这些答案或许有用。一、话别说太满，人别说太快。二、把经常说的随便改成听你的。三、把每一句我不会都改为我可以学。四、可以把听明白了吗换成我说明白了吗。五、别人自嘲可以，但你千万别附和。六、聊天时别人发微笑你不知道怎么回的话，就说你笑得真好看。七、不懂时保持沉默会显得比较聪明。八、学会拒绝，没人会感激你的善良，他们只会得寸进尺。九、别人骂你要听，别人夸你别信。神，大家未必记得住你说的话，但会记住对你的感觉，所以多提靠谱问题，善于倾听才最好。十一，人前不该说的，背后也别说。十二，不要把负能量带给身边的人。十三，出师就过分热情的人，通常有很多所求，平淡节制方可长久。十四，最愤怒的时候，也要忍住最伤对方的那句话。十五，看透不说透还是好朋友。十六，关系再好也要尊重对方父母。十七，不要吝啬你的赞美和表达爱意的语言。十八，最大的自信是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自己。十九，能让你忘掉过去的人就是你的未来。二十，清醒时做事，糊涂时读书，大怒时睡觉，独处时思考。小林 ID XCN020， 小林林地焕，畅销书作家、人文摄影师、漫画家，著作得一朵花开等。微博 at 林地焕，百万读者都在看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